家好，我是2010年灯晚会的筹委会主席郑港先。主办这一次灯晚会的宗旨，主要是提供学佛的中学生一个平台，让他们以艺术的表演的形式来传达他们对佛教的认识，表达他们对佛教的理解，进而利用娱乐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了解佛教。再来，灯晚会也能提供中学佛学会的学生们交流的机会，让他们可以互相认识切磋，促进中学佛学会之间的感情。再来，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表扬中学佛学会中表现优异的团体以及学员，为我们佛教界物色明日之星。最后，比赛一定会有输赢，在此希望赢的一方不要自大，应该寻求更大的进步，而失败的一方也不要灰心，来年我们再接再厉。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观赏他们精彩的演出吧。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